不是他们。啊，对。哎，这位大夫啊。哎。哎，你那个不是、嗯、你现在，我现在就是很信任你，我跟你也是，就是很相信你吧，就跟你讲一下，现在不是他们都用的是法轮功的器官吗？没有，现在没有的，现在管得比较严。不是以前不是用的法轮功器官吗？那不对，那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哎，以前不是你们医院也用过那个，他不是给你们提供过吧？我知道，因为你们广西民族医院吧是手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以前用过，现在怎么用不到了？就说你能不能，你能找到这个法轮功器官吗？如果能找到，那么我就过来。能不能找到？我告诉你，我们是没办法拿到器官。你要在我们广西，因为拿器官都比较麻烦。如果你想快的话，我建议你到广州去，他们那个器官很容易拿的，他们可以全国范围内科都可以找。他们做肝移植的时候，就顺便就帮你拿肾了。我知道。所以他们是很。拿器官是很容易的，所以好多地方没办法拿器官，只能跟他们拿。是哪个广州哪个地方？你给我说一下，我到时候我、你帮了我会谢谢你啊。行。是哪个地方？这样嘞，到时候我不是你我告诉你到时候我把那边那个医生的电话号码告诉你。是哪个医院我就知道了。其实我告诉你好吗？嗯。你稍等半分钟好吗？啊，好，半分钟。我把电话，好。我把电话号码拿过来。好，谢谢我录完谢谢你啊。喂。你先把这个医生的电话号码记一下。哎、好的好啊。136。嗯。090。嗯。38255。38255。二五五。255。你看1369913609038255。嗯、对，这是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是广州的嘛。对，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啊。这个大夫叫什么？大夫叫什么？姓廖医生。啊？姓廖的。廖什么？我那廖斌。廖啊。廖哪个廖？就是广字头下了一个。哦庙，一个荒庙的庙，就是那个广字头下的莫名其妙的啊，莫名其妙的庙，庙兵是吧？他是肝移植科的吗？肾移植科的。哦，肾移植科的啊，因为他们肝移植跟肾移植都是在同一栋楼的，他们都是一起的。哦，都是一起的。那他怎么容易拿到、你们怎么拿不到呢？他怎么能容易拿到？因为他那个牌子大嘛，因为他那个是以整个学校的名义跟司法系统接触嘛。那是不是用的用的也是那种法轮功供体吧？对，啊、是啊。他那个。你也可以用亲属的肾，也可以用尸体的肾，也可以。但是就说是他说法轮功的供体比较健康比较好，是不是他们用的也是这种？一般都是选健康的来做呢。是我说是啊，是法轮功的供体比较健康，是不是选的这样的？对。哦。这样具体你打电话跟他说，你说是民族院的卢医生去介绍的，他是我大学同学来的。你是他的同学，你叫卢什么的？我要跟他说一下。卢鲁迅的卢是吧？
不是上草庐那庐山的庐。啊，庐山的庐，庐什么？嗯，庐国，国家的国。啊，庐国。邓小平的平。庐国平，庐国平大夫。你打电话，你说是我介绍了他，他会帮你弄好的，因为我跟他是同学来的。对，如果是完了，我再谢谢你啊，就说我们就你就跟他联系吧。啊，好的，就说他以前帮你，他以前不是帮你，是不是也找过这个很好的这种？对，你没发现他那个，你只要进去，他那里每个星期都做好多台印，因为他们这种做多了，他们路子熟。哦，路子熟，哎，就是我现在因为国内的话，好多基本上医院都能够做，但是为什么有些医院可能因为不能做，因为拿不到器官。就是他们能找到，哎，他们。应该到哪里去找呢？是本地找还是外地找呢？他那个全国都有他们的点。全国都有他们的点。那么，他们是专门有人传一批人嘛，专门在外面跑的。是这样的。那就是那种，现在就是他们找的也都是那种法轮功器官啊，那种很健康。对。是这样啊。好，那来卢医生，卢医生，你有没有手机？你给我给个手机，我和你联系。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我可以找你介绍病人，我可以找你。来吧。136。0771。0447。0447。136077104470。你找到他，他们就都找到，他们那里都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那边哦，那边都是你的朋友，因为你知道我这个病人啊，是我的亲人啊，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是我的这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女儿，我就说很关心啊，是希望找健康的。哎，你们医院不是？你们医院也用过那种法轮功棍器吧？以前不是都用吗？2001年这些年用了，主要是很难再拿得到。以前是不是很好找？这个东西你要熟路子你才能找，要不熟路子你肯定要打通各种关节才能够拿，那你的费用就比较大了。因为他呢，那里他就像那个批发价了，知道吗？他那批发价，比如说就说你们以前用的，就说是是从哪里找？是看守所还是到这个监狱呢？监狱里面找的。监狱里啊，他那种就是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健康的法轮功。对，肯定是要学好的才能做完，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的。那就是你们还要亲自去挑选是吧？对。哎，那你们是的，那你们医院做的多吗？我们因为拿不到东西，所以这几年基本上不做了。不是，因为他们那里专门有一个病房专门做的，因为他们做的多少。知道吗？所以它质量就比较好。质量比较好。哎，它就这种。因为我们做的少，虽然也能做，但是毕竟经验少。不是，2001年的时候，是不是法轮功好找，这种功底好找啊？不是，现在都这样，你就跟他们联系就得了，好吧？就是那就是他们那边就是说现在就是很好找，一去就是只要说你介绍的就能找到是吧？对。哎，你估计他能不能帮我找到法轮功功底？你去那里肯定没问题。能找到啊！我可以跟你说，拿他们那拿器官是轻而易举。轻而易举。那现在，因为他们刚一直一个星期都要做7-8台了。7-8台他可以做10几台的肾移植了。所以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十台，所以他们是不愁器官的。那你的这个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这些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但有些是法郎，有些是是家属捐献的。哦哦，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那肯定能够找到。肯定找到啊。就是你就说你们医院以前做过的这种像这种法轮功供请，你们做的多不多？我们做过，但是很难拿。我不是跟你说，这种东西不是每个医院都能拿得到的，因为这个东西要关系的问题，你关系应谁才得呢？而且现在是传这种器官是非常的稀缺。所以为什么有的医院能拿，有的医院拿不到，就是的那么回事了。那就是还要和法院联系啊，不是直接去找劳教所吗？这个看守所。对对对，这东西不是我们医院能够左右。哦，那就是还要给他们送钱是吧？哦，对，还要贿赂他的。哦，那么容易。哎，那种不是那种法轮功供体是，就说一般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一般的都是男女都有，他会根据你的配型来选的呢。我知道，他年龄在什么多大呢？年龄？一般都在30岁左右了。哦，30岁左右，那是都要像你们都要到监狱去自己去挑选是吧？对对对，肯定挑选。那挑选如果他不让你抽血怎么办？他肯定会让的。他怎么会让呢？有法警在里面的，你怕什么？这东西都用不着你们担心的。不是，这个问题他我知道，他知道会是给他这个取器官移植吗？他会知道吗？不知道。哦，他不知道啊，就是那就不让他知道是吧？知道他就不让抽了是吧？对对对对对。那怎么说服让他说他说你抽血干什么？那你怎么讲呢？哎呀，这个他们会有办法，反正这个是不是你担心的问题？知道吗？你能做的事情你就是就住进去把费用交齐就什么，其他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我怕他们找不到法轮功供体，我担心这一点。那我告诉你，他们找不到基本上也没什么人找得到了的。哦，就说就是说他们能找到啊这种法轮功供体啊。对对。哦，如果他们找不到，我不会推荐你去那里。哦，是这样。那就说现在呢，我就是把钱准备好，我就准备去找他。我就说你介绍来的啊。哦，行，好吧，那我要上台做手术了。哦，行，好，那有事我随时给你打电话啊。好，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帮了我的忙啊。好啊，好啊，再见啊，好啊。